我觉得女朋友就是用来哄的嘛，她还没次生气了，我就给她做这个。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心太软，没有人哄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把红枣剪开去核，糯米粉加水比例是4:3，揉成面团。放上一点黑芝麻就可以上锅蒸啦。最后在表面淋上一点蜂蜜，香甜软糯的道歉小零食，心太软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